科活动，与的各式文武艺震撼神江团共计80团，其中属于逗趣性艺阵或艺阁者为最多，最少者为文阵，其次为武阵与神江团。团文阵中无事难管、文武郎君、太平歌、天子门生等均属于南管系，其中除海普陀寺所属的南管仍保有传统风格正统曲调外，其他各阵以各唱各的调自成一。98阁又为何文阵所占比如此之少呢？究其原因，南管、天子门生等阴性阵团弦管器需要平日之长期训，才得以熟悉演奏的技巧并发挥曲的旋与韵味，较难学习，加上现代化工商社会的变迁，产生许多现代化的休闲语与形式，使愿意学习传统音的人口日益减少，自然就较难以组成。神江团是由真人扮演神江的宗教性阵头，且神江一般皆为某神指架前的护卫或部署，协助神指共同执搜捕拘拿嫌犯或协会等宗教性任务，最终目的是协助神指维持境域的洁净，共同完成和境平安的神圣任务。因而各神江团随着各宫庙执事者各自发展出自己的训方式、阵法、装束、法器与特征。由于神江团开敛后被视为仿如神驾亲，并具有扫妖除魔、拘拿协会的宗教性功能，较能满足青少拥有神圣性的荣誉感，因而较吸引青少之与意愿。与庙会或民俗信仰活动时，是各政团纷纷展现平日训与组织活动的最佳竞技场合，这也是中国古代民间社会传承的生命。148武阵如宋江阵的形式，因较符合现代化的快速节奏，经短期的训就可上场表演。所训的功夫驾驶与各式阵法，即满足青少青好动的心与强的表现欲。149在17个武阵中，吴师阵、白鹤阵或五虎平西阵基本上都由宋江阵演化而，所以本职都属宋江阵。道具如傅时、涂四年一月一日。根据祭祀族长森泽的描述，平均每团宋江阵组成出阵所需经费大约在200多万元，除所费颇多，因人也较多，事实上筹组并容以2003鬼位相科位、姑妈宫位组成宋江阵，需动用9个庄头的壮丁协助才得以组成，而普顶通心宫的宋江阵则已停5颗香之久，直至鬼位香科才又重新组成。初一阵位最多，占阵头总一半以上，在乡阵中也最能营造出热闹喧甜逗趣的气氛。所谓一阵是一阁，如蜈蚣阵和阵头的并称，其象较多，有宗教阵头如架前鼓、锣鼓阵、开鼓阵等，有化妆阵头如素阵、八美图、七仙阵等，有充满浓于意象的
趣味阵头如斗牛阵、水族阵等，有小戏阵头如牛犁歌阵、仿阵等，有武术阵头如高跷阵、跳鼓阵等。自古已在迎神赛会中，这些义阵具有热闹酬神于人的功能，各宫庙可借着提供义阵与相科活动之机会，达到落感情、增进情谊之目的，也在竞争发展风。148秀娥阵头传演篇，小鱼东港迎王大鱼，财团法人东港东宫，明87页91149同上注99。隔独具的阵头表演方式下，丰富台湾民俗文化的内涵。150在整个乡科活动中，由于巫竹师正在乡镇中担任千岁爷的开先锋，每天出乡时均需与海普陀寺杨府太师南馆、左先锋高雄七宝贤寺开古、右先锋加三五甲八家将、刀兵教主、南市安南区西浦宫温资吴公镇、百足真人和价钱等。各单位进入王府，入庙时再入府角，受到相当的誉。以下位在西港庆安宫乡科活动中较重要或较具特色之阵头。一、百足真人。百足真人又称吴公镇，由台南市安南区公温资万安宫与西港乡西浦安西宫共同组成。所谓吴公镇，是由长块木板前后衔接，每块长一丈三尺二，木板左右可以活动与活转向，每块木板上装置各座椅，乘坐五到十二岁的孩童扮演史故事人物，如唐朝通嫂、薛仁贵、真东、繁花、真西之忠臣英雄。吴公镇一般有36座至108座等，早期以人肩扛镜，现代则装上子。由于镇头绵长，镜肩有如蜈蚣爬，故称之。吴公镇是台湾西南沿海大型义乡活动独特的阵头，它是千岁爷的先锋阵头，每到宫庙亭下，信众就会在吴公镇下穿梭，此举乃因民间相信吴公镇具有驱邪逐魔、窃灾保境之神也。二、巫竹广慈宫施镇。巫竹是姑妈宫义乡时期13庄之一，广慈宫施镇是西港乡最先组成的施镇，已有百以上的史，因而在西港庆安宫之乡科中拥有师母之地位，从早期至今一直是千岁爷出巡绕境活动中的开先锋。每逢乡旗就是村民总动员的时候，由于施镇的组成需队员36人，狮头6人，狮尾4人，狮蛋1人，锣鼓手5人，杖21人，在家都镇教等约需70人，村内70多户除去一男与学生外，几乎从16到60岁的男人全出动，外出就业的亲也必须请假回语。为维持传统阵法，训时除部分权术表演偶聘教指导外，均以带新世代传承方式完成任务。巫竹施镇之组成，
据现任广慈公主委谢显森先生及谢姓村民们之陈述，相传有一村民于县庙后约100多公尺处之三角窟仔，挖出一整套尸装备，包括一个红150骸月、台湾民间信仰小百科银神卷、台视台元出版社明86页110100色狮头、18般兵器，并附有一些文字记载资，为此狮阵之出处及原属庄头，因无承受狮阵之负担而密的埋之。为狮阵之祖训，特依文字记载远至新竹请道游唐山过台湾的元镇师父，前传授五狮阵法以及拳术、18般兵器等，故为表慎终追远。每次开馆均需先至挖出狮阵之地点，请师祖监阵，祭拜太祖先师后才正式开馆。151师阵先祖谢燕神乎奇迹的舞狮技巧，传至今谢显森主委已是第三代，经由他们三代教导组成的庄头，既有南子、茄定、白沙、安定、西南、麻豆、谢错、宝姿及雪甲等第152，这也是西南麻豆在西港乡中与其同属红角精组织的原因。狮阵之表演除舞狮之外，于军与宋江阵大同小，演出方式由狮子带拜神后开四城门，18般兵器表演打空手拳，接着由狮子表演舔尾、翻身、煞狮、狮、狮弹等，最后是兵器对打与阵势演。由于乌竹狮阵是千岁爷巡进担任乡镇开先锋身份特殊，是此三天负责千岁爷安坐的唯一阵头，是请王、送王活动中可少的阵头，故在入教前的主游进殿仪式时，被位第一优先过游，并接受炮欢迎，足其在乡科中扮演角色之重要。三